清咸丰三年落成的台北霞海城隍庙，目前已列为三级古迹。一直以来，城隍爷始终庇佑着台北城。今天来求好姻缘，要求爱情，但感觉很顺利一点。我们今天来还愿，可以的。我们该有这个大门，听不到。求开花结果啊！专司姻缘的月下老人在这帮单身男女寻找理想的伴侣。这里真的超灵的，同事介绍我来拜，然后说很灵，然后没想到我就找到我老公了。朋友来这边拜以后，然后就是他开的条件，当天晚上就认识他现在的女朋友，然后他们可能今年就要结婚，所以觉得还蛮灵验。各种神奇的传说让越来越多的未婚男女到霞海城隍庙来朝圣，而月老在这静静的等着，就为寻你一把爱情的钥匙，帮你找到专属的幸福红线。霞海城隍庙于1971年开始供奉月下老人，而月老的红线已牵起近10万对的佳偶，意味着平均一天约有6对情侣找到幸福。请城隍爷做主，请月下老人来帮忙，众神明保佑。如果你有对象，可以讲对方的基本资料，能够感情顺遂、顺利、幸福，能够圆满。没有的话，讲自己喜欢类型跟条件，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正缘，正确缘分都可以慢慢说、慢慢讲。那不管没有对象，将来有事成结婚、订婚，可以在喜饼或饼上来感谢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爱情永远不会降临。还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另一半吗？快来吧，让月老许你一个幸福。